12月18日，北京卫视正式宣布2019年北京卫视春晚代言人为知名演员杨幂和原创音乐人蔡徐坤。众所周知，杨幂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小女孩，从四岁开始接触娱乐圈算起，她俨然是资深老艺人代表。作为当今娱乐圈商业价值号召力最强大的女演员，杨幂此次作为北京卫视春晚代言人可谓是实至名归。偶像练习生结束后，蔡徐坤成为了备受圈内瞩目的新人。短短两个月，蔡徐坤的关注度就超过了不少当红小鲜肉，关键时刻又迎来官司。2018年对于蔡徐坤来说是又悲又喜的一年，不过一切都会过去的，相信他的2019年会更好。蔡徐坤和杨幂都是当下娱乐圈最火的存在，北京卫视春晚上二人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